黄志勇两站赛事夺得一冠一亚，发文感谢女友打气。刚夺得比利时羽球国际挑战赛冠军的黄志勇，在自己的社交平台抒发夺冠感言，同时还特别感谢吴希尔天天特早起身为他打气。马来西亚的黄志勇在过去两周分别出战捷克国际系列赛和比利时国际挑战赛，他在两个比赛皆闯入决赛，在捷克国际系列赛获得亚军，而在昨日落幕的比利时国际挑战赛决赛以21-14、21-14挑战印度资深老将阿杰，夺得男单冠军。这是21岁的黄志勇自三月的波兰国际挑战后所夺下的今年第二冠。黄志勇在夺得冠军之后，在自己的社交平台发表感言，除了感谢所有的教练、家人和球迷之外，同时还额外感谢同样身为球员的女友吴希尔。吴希尔是加拿大球员，由于时差关系，每天都特别早起为身在欧洲参赛的黄志勇打气，给他带来满满的正能量。过去两个星期连续参加两个比赛，我在比利时公开赛摘得金牌，并且在捷克公开赛获得银牌，我相当满意自己的表现，不过还是有很多值得学习和提升的地方。我要感谢所有的教练、我的家人以及球迷们对我无条件的支持。我要感谢 Kalia.ng 每天很早起身给我打气。下一站，爱尔兰公开赛。